你要如何享受这久违的春日暖阳？有人将汗水滴进土地，等待秋收的果实，有人把力量融进建筑，期盼完工的喜悦，有人把未来寄予科研，期盼成功的荣耀。这是无数人不一样的生活，又是一样的奋斗生活。我们知道风筝有翼，汇集动力可以尽情遨游天际，所以我们以涓滴之力汇成磅礴伟力，奋力拼搏，让这座城市的明天更加美好。打造便捷的交通出行环境，我们的三个级呢已经突破了200多项，全力攻坚突破各项关键前沿工作，已完成过半。做好呢就是相对贫困人口的这个帮扶的这个工作。要奉承的基业吧，是一个无从无尽的东西。这个我们可以在一个温室大棚的环境下进行一些反季节种植的一些蔬菜，将会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让资源变资产，渔民变股民，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共同保护电力设施，共同维护电网安全，守护百姓安全，我责无旁贷。了解消防，关注消防，挽救病人生命，我当仁不让。传授知识，启迪智慧，为学生点燃心灯。把重资产投资转向智能化。我们要抓住5G、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发展机遇。经常务工普遍是对所有企业的一个要求。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